我叫顾妍，我最喜欢早上起床。因为每天早上起来，我都会发现自己是个小美女。奇怪吧，我有脸盲症，就是记不住所有人的容貌，包括我自己的。自从一年级的第一天之后，我都是上家教。今天是我第一次正式上学。我不想让大家发现我有脸盲症，然后像一年级第一天那样笑话我，所以我想了个办法。我喜欢独来独往，不喜欢帮助别人，也不想接受别人的帮助，请大家配合。那顾妍，你先找个位置坐下吧。这没人，你坐这儿吧。我的计划非常成功，可我却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开心。直到有一天，顾妍你好，记得有一天早上，你帮一个穿着柠檬绿色外套的男生捡起了一个篮球吗？我就是那个男生。更巧的是，我们现在是同班同学。我知道你有脸盲症，别问我怎么知道的，我不告诉别人就是了。我想让你知道，即使有脸盲症，也照样可以融入这个集体。即使你认不出我的脸，看到我的外套，你就会知道你并不是独自一个人。希望这个本子可以帮到你。那个本子的每一页上都有一个同学的简介，最重要的是，写着一些不需要看脸就可以认出来那个人的细节特征。比如不喜欢扣衣领扣子的向阳，总是趴在课桌上睡觉的陈思，总是戴着耳机听音乐的梧桐，短发发烧自来卷的蓝心，还有坐在靠窗最后一排的秦朗。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我一直默默地对照着本子，很努力地认识班里的每一个人。因为最后一页还写着，希望有一天，在他没穿那件柠檬绿色外套的时候，我可以当面叫出我的名字。虽然他每次都是站在远处，我却觉得他是我在这个班里最熟悉的人。我曾经以为那天帮我收拾桌子的男生就是他，可后来发现，哎，今天怎么没看见秦朗啊？哦，秦朗去区运会了，今天就没来学校。我想知道他是谁。今天我想跟大家说句对不起，我有脸盲症，所以之前一直独来独往，是不希望被大家发现，希望大家不要在意。后来我收到了这份礼物，
这里有班里每一位同学的名字、照片，还有一些介绍，所以我最近一直在努力认识大家。写这个本子的是咱班的一位同学，他说希望有一天我可以当面叫出他的名字，所以我今天想要表演的就是当面叫出班里每一位同学的名字。你好，安然。嗨，顾烟。你好，赵飞。哟，你好。你好，千一。你好，顾烟。I wanna be next to you and watch you while you sleep.Holding you lost inside every breath you breathe. I don't want to live a day without you. I just want to be the one that makes you happy. Happy. I don't want to live a day without you. I just want to be the one that makes you happy. Happy.谢谢那天帮我收拾桌子，不好意思啊，还瞪了你一眼。没事没事，我经常帅得被别人嫌弃。Yeah. 不过我还是想知道这个本到底是谁写的。I don't wanna live a day without you. I just wanna be the one that makes you happy.后，我一直都不知道那个男生到底是谁。I can't let this moment go when you're the only one that makes me feel the way I feel inside. Lately I'm falling. 不过，那一抹柠檬绿，明亮了我的整个夏天。